李光耀的妻子，李显龙的母亲，柯玉芝的故事，你了解多少？由 TOY 肥料厂艺术总监吴文德执导，本地作家 AVDIU 创作的全新舞台剧，将通过不一样的视角述说关于柯玉芝的故事。而本地女星陈瑞珊从众多试镜者中脱颖而出，成功获得饰演柯玉芝这一角色的机会。她是否能够完美诠释这一角色的精神所在，值得期待。